在看杂耍。我叔叔特别来观光，来台湾观光我。嘿，Dolly。这第一个是对。我没有声音。声音。Hello。嗨，大佑哥，你会在这里，应该差不多是我们。差不多。对。啊，那个啊，准备要可以，准备快要可以拍照了啦。就可以拍照。准备快可以拍照了。赶快就赶快。音乐。这么红，那我不要讲。没有，我今天找不到本龙，没有给我确定答案。他说我今天他最近本龙说被吃掉。我给你给他摆在一个，我讲那个。好，这是我刚刚弄的。不好，我要弄的，我要弄的人吃到。他要弄的人吃到，结果他没弄到。对，我没有弄到。他就没有爽到那样。真的假的？你好，在哪里吗？我从小就知道。哎，他想说看到你我们是不是球？对啊，难道你是？哦，也太寒酸了吧！这岂不要球过去？你放到那个球的那个。那我是不是要脱个鞋子？对，最好是脱鞋子。那这个不简单。啊，这是你们的吗？世界好小。真的。蛮多的，这是红干干洗，真的，我自己有点不熟。去那边散散步吗？对啊，那个再放哪里好？颜色都被撕掉了。你们来等我，对对对，你看我带的这个是可爱的。他还有帽子，我昨天也有帽子，真的吗？对，要套红衣服啦。就是桥下面的脚，因为那边人也多，就是对啊，因为像我的话，我都会早上，先随便跑。那边有人在帮忙，有，然后还有人在帮跑，然后有时候我就会就是去那边，然后就看不到，然后就开心。就是台风天的时候会害怕，对，然后就会喜欢在外面旅游。哦。做着点子，对。哎，那你会弹？他们弄的越南菜。会。等我学哇。那你会不会唱歌？我会唱歌。那太好了，等我学好。我要弹你。我现在是跟伴奏。真的吗？那你唱歌有点先。是高手。然后下次让你唱。下次我约。哎呀。哎呀。你看孩子都出来了，就是要这样子没。哎，我要睡觉吗？困起呀！出门之前送我一包咖喱，害我期待。咖喱，我都没看到你。哦，我们昨天没看到你，要在等你了。什么？很多谁要说地方？然后竟然跟我讲这种话。我一直跟威尔森说你怎么咖喱这种风格吗？谁？什么时候？哦，对对对对对，那天有。对，他说他吵架了啦，不知道谁他心情不开心呐。啊，咖喱，气死我！提猫卖。现在是午休时间，那下周就是那个。辛苦。你要不要把打打一下？然后袋子不够空来。嗨。差不多了，这个再放好就可以了。拍张照。哇，这个粉红点点的，你等一下可以抱着拍，好不好？因为这太小，看到那个。不是我怕喷进去，因为这太小，怕拆开它会。这也是你带来的吧？对啊。说的也。等下我们有餐具，所以你要需要餐具的可以那个。那他要入镜吗？就玩具。对，这个好。他等下本来是他是在那个粉红色那一区。送他。但是都 OK， 等下吃饭的时候拿去那。我也准备三个。等一下，这边黑色，你不是在跟我说话吗？我有这个。为什么今天的都是红色的？
然后你那边有那个饼干是不是？对。哎，我们现在在拍那个戏。啊，这盒子不要了吧？盒子不要。对，它是装在一起的。那你比较考虑，不要让它就睡了，不要让它从保健台来骚扰大家。对，不要让它。非常的。这一边看它要怎么吃。椰蛋缤纷的感觉。在家。GQ 应该先拍一下。我们等一下可以自己合成啊。对对对。这 no Q 合成一个 no Q，OK，、okay. finish。废了。哎，玫瑰花你要放在那个，这样废了。它里面有点丑。对，好吧，弄到角落来，才不会太明显。我把包包先放在中间，先藏着。干嘛给你啊？有红包。